各位观众，我哋终于嚟到呢一场波啦！欧洲各地嘅顶级联赛啦，大部分都经已系收敛噶啦，而家系剩低呢一场最重要嘅赛事。由上年夏季嘅外围赛开始，到而家剩低最后两队，睇住呢一场波嘅就唔单止系球场入面嘅球迷啦，仲有全球高达3亿人嘅电视观众啊！梅亚查球场咧就系米兰市嘅地标嚟噶，一眼就认得出啦。呢下出茅招俾人捉到啦！佢射啦，个波会去边啦？解围踢翻出嚟，努迪格，喂，把握机会啊！救得好，冇得弹嗰只啊！呢个龙门抵加人工俾佢啦，远咗篮咯。原本一开头啊，组织得好地地嘅，全个波入嚟。呢脚直线一下趟穿，睇你呢下啦，食唔应啊！防守嗰边松口气啦，啊走位啊靓啦，最后一步啊竟然唔入，真系好波啊！俾佢捉晒路啊！白必头喂脚直线，头先真系牙烟啊！达斯纳试下呃埋，有机会射啦！呢球真系可惜，咁靓嘅比波，嘥咗真系可惜。顶埋去，值得试下嘅，不过就运气唔多够。呢球波其实佢射得唔错噶啦，下次啊，好嘢啊！啱先话失咗个波啫嘛，又即刻攞得翻。前面得翻个守门员啫，白必图踢埋上去。球證明掟呢一場精彩嘅決賽啊，竟然踢咗一半嘞噃，機會唔係冇噶，但係真係硬係入唔到波咁解啫。呢場波暫時都算好睇嘅。嗱，決賽啊，踢咗一半啦，喂，有咩高見先？呢場波啊咁緊要啦，所以兩隊都踢得好小心嘅，驚住犯錯輸波啊嘛。咁睇下邊隊啦，嚟緊可以創造啲魔法啦嚇。嗱，今場個埋門都唔少啊，不過咧個比數都係冇喐噃。喂，射佢啦！危机暂时就叫做解除咗，一脚系咪想射呢？同之前射失嗰球一模一样。佢哋揀開個短嘅，後除一搖，方向唔啱啦！哇，禁區裏面咁多自己友都唔俾喎，難怪入唔到啦！馬勒多納傳去側翼，企啱位，接得好好啊！突破咗防守，有空位俾佢啦！嗱，埋門嗰下啦！特蘭大等咗幾分鐘，終於可以換人了，跳到盡頂呢一個波，呢個波真係頂得麻麻地喎。哎呀，龍門口前面咁射失，唔好話安慰佢啦，你唔問候佢都好好㗎啦。
下铲波，个波传向左翼，达仙啊攞到波啦，机会拉弓入咗波啦，入波！呢个入波嘅影响可能好大啊！值得欣賞咧，就係佢哋唔單止係搶個波咁簡單，仲要係攞到個波之後點做嗰下好嘢。再换多个人，在咁重要的比赛，第一个入波亦都特别重要嘅。嗱，能够喺啲咁重要的赛事入啲咁重要的入波，呢啲球员一定是大心脏嘅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好传到俾个目标啦，埋门，球员同球迷都劲开心啊！应该是奠定胜局的了，怎么看都没得追啊。角度一流啊，龙门连波皮都揩不到。这个波看落呢，龙门是有机会掂到的，不过最后撞了门柱弹了进去。换人了噃，咦，两队都换啊！嗱，要赞咧，佢意志力应该几好嘅，不过咧有心无力啦，教练换佢落嚟都啱噶啦。拜仁慕尼黑又稳阵咗多少啦？领先2-0啊！马勒多纳又将个波踢翻埋去中路喎，基迪啊，完全唔惊同人撞啊！球证话完场啦，呢一晚是属于球员的，亦都属于球员嘅。佢哋写下了球会史上的重要一页。球员啊，行上颁奖台，哇，做得都系好想感受呢一啲时刻啊，非常之光荣啊！